南投新义乡公所提取台二十二线丰秀路段做一条由700公尺安长的流水道，沿当地因关系总算给我们当主作为初步的建设工作，随路边乡亲来测试，想要清除有建设的素材，提出旧建议开幕以前是得提过三好。在地居民也猛论，也给恭喜全阿族清场的流水道，是得为地方产业带来商机。打造公众人员动地的整理场地都动作将整理好，不过天时是在天热的，有的小朋友早就等不到先到戏室的动作戏室留着快风本向前来听音，为了确保迎面顺心，公众还在全场参加加赛的歌唱。今天是因为还在试营的期间，然后所以我们的水量都还不是很多，就是在这个700公尺的范围长度呢，我们划水的一个时间应该测试最好的时间是在2分钟，它是有刺激，而且又安全，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最理想的目标。现在亚白的流水法通是全国头一的高山流水赛事，韩国亚夏是出家，杜后是葡萄，同一天抢出来推出的时期，乡亲希望做的大方案内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。你爱葡萄，你爱所有爱夏季蔬菜啊，整个休闲啊观光。大家都能够结合哈，这样的话，应该哈，对安尼地方哈是有青苔来帮忙啊的。新义乡公所讲，一下初步规划，一个时段开放360人次，做得无限次数近百列的。现在外县登记，故作无人多民众，做得去附近的保利新口，也系多高人买农产品来支持采集农产。下个新闻李凤琪，南投报道。